你好，爹，这位是石峰。南老板，您真会说话，怪不得生意做那么大呢。这些小姐先生多多捧场才是啊。你救了皇下，作为皇下的长辈，我得重谢你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最近黄河南疆来了一个护院教头。 你们在干嘛呢？爹，您回来了。今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乱碰我的东西。你们现在出去吧。是。 你的耳环呢？我忘戴了。耳环，是我百龙部落成年男子的一个标志，这是我祖宗灵魂在护佑着我们。你为什么不戴？我这就回去戴。各位寨老，拜队迎接。 司令驾临百龙部落，实在是我卡莫的荣幸。百龙部落的荣幸啊！我有几年没来百龙了，头人可好？托司令的福，还好，谢谢司令。上酒。司令。
好想法，厉害！厉害个屁！再厉害还不让那死野人给耍了？哎，有他消息吗？那野人他到现在还没线索呢，大家伙把老林都搜遍了也没找着，大家猜着可能是百龙部落的人。啊，百龙部落？嗯，爷跟百龙部落井水不犯河水，就算是百龙部落的人，爷也饶不了他。二爷，你可千万别，大当家那可交代过，咱不能去招惹百龙部落。再说了，百龙听说也出事儿了，这童武军缺粮，听说童武军今天啊拉了大队去了百龙，那就是趟浑水。所以大当家的交代过，咱们不能去招惹百龙部落。爷的爹胆子小，爷不像他一样，我管他市民士兵，只要惹着爷都得死。哎，大炮怎么样了？这小狗子还没消息呢。您亲率大军光临部落，不知所谓何故啊？我是来要人的。要人？上次我们催粮回去的时候，少了三个屯务军战士。这卡莫有所不知啊，不过这与我百龙有何干系啊？卡莫头人，这人是从你地盘上不见的，怎么能说跟你没关系呢？哎，既然头人这么说，那不妨我们在这儿找一找。司令您看如何？挺专业的。卢团长，范围5公里，找人。范围5公里，出发！是。我百龙部落交不起租子，是。可屯务军进我大寨，打人、抓人又杀人的，那你就抗命不从，杀害屯务军。专员大人何出此言呢？你有什么证据？报告，发现三名兄弟的尸体。这可是你部落里的东西，你的耳环呢？我忘带了。耳环是我百龙部落成年男子的一个标志，这是我祖宗灵魂在护佑着我们，你为什么不戴？我这就回去戴。卡莫头领，你刚才不说要证据吗？这个够当证据了吧？司令，这件事情我的确不知，但不管怎样，我身为头人，有管教不严之责。我跟你回去把事情调查清楚。我只要凶手。杀人偿命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
联盟，在，把他拉下去。大家都听着，陆有忠违反了军令，我已严惩，今后如有再犯，定杀不容。屯务军杀了部落的人，部落的人也杀了屯务军的弟兄，这都是我管教不严，这件事由我负责。从此以后，此事两清了。司令，卢团长违反了军纪，你惩罚公正严明，但是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啊。杀这三个人的凶手还没有得到严惩，甚至于我们都不知道凶手是谁，难道百龙部落就可以不受国法的约束吗？如果不把凶手加以严惩，部落群起效仿，到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办？我可是为你着想，为湘西着想。我看这样吧，把这些人都带回去，严加审问，我就不信找不出凶手来。宋奎，在，把这几个刁民都给我带回去，都给我抓了。走，给我走，过来，快走！快走！好你个！凭什么抓我？啊！放开！回去，阿力克。人是我杀的，人是我杀的，还有我。好，敢做敢当，我佩服。正好三个，都抓了，一命抵一命。等等，我的命都是我阿姐救的，既然一命抵一命，抓我好了，我和我阿姐换。阿兰朵，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定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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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抓抓抓，给他抓绑了，绑了，绑了。现在部落危在旦夕，不得不用了。阿爸，这是啥？这是我百龙头人紧急召集九重八十一寨的信物。你把他送到最近的寨子，让他们一个一个往下传，就说我卡莫紧急召集各寨寨老议事，十万火急。我这就去。嗯。八代，为防不测，你立即召集寨中的年轻部众随机应变，刻不容缓。好。有种啊，打在你身上，疼在大哥心里。你知道这次为什么要当众鞭打你吗？我知道，司令。给部落的人看的事情没你想这么简单。这次守屯族，宋世莲给老子下了个套，屯族要是收不上来，就是违抗上命，等同造反。哪有屯族家这么重的，又是武装守族，势必会引起苗人的反抗，这致敬不敬的罪名也休想逃得掉。这两条罪名，不管坐实了哪一条，都够老子喝一壶的。不就一个宋世莲吗？干脆老子就把他给砍了算了。你说什么？兵者，凶器，慎用之。你杀宋世莲，想过后果吗？官场如战场，凶险得很。凡事都要动动脑子，别成天总是打打杀杀。行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哦，对了，你把那个阿兰朵带回家，做个丫鬟，也算是大哥给你个补偿吧。丫鬟？卢有忠，你才相亲几天，又给我整了这么个丫鬟？你忘了十年前你跟丫鬟私通，还搞大了肚子想要谋朝篡位？刘忠，你告诉我，你跟我说，你怎么处理这个丫鬟？你跟我说，你跟我说呀，跟我说。行了，
都过去多少年的事情了，快十年了，能不能把他给忘了？不就因为一个女人吗？好，我就按照你的意思来处理他，行了吗？阿里克，那是滴着露珠的圣女，美仙。这边，慢点，哎呀呀呀，慢点。黄夏，那是温室的花朵，娇艳。哎呀呀，你他娘轻点，慢点。少夫人来了，哪儿呢？在那儿。宝宝，哎，你打我干嘛？顽皮，宋时亮给老子下了个套，屯族要是收不上来，就是违抗上命，等同造反。有种给司令惹了这么大麻烦，司令还如此厚待，有种肝脑涂地也无以为报啊。别说了，有种啊，我们是20多年的兄弟了，没事就回吧。大哥，我错了，我收了宋专员的钱，我杀了人。但是大哥，有种这个心永远都不会变。
其实我早就……咱们回家家了，哎，我把你嘴上那丝儿给你拔了，你不许骂我。我把你腿上那绳给你解了，你不许踹我。我保证不抽你，你帮我把绳解了。哎，谁让你俩往那么紧？谁让你俩往那么紧？那是我老婆，那是你们家少奶奶，都勒红了都。住手！那是我老婆，那是我老婆，你俩懂什么呀？我去。走，你们俩呀，长点记性，以后不该碰的不碰，不该看的不看，知道吗？哎，少爷，你头发呢？你再碰我一下，我剁了你的手，扒了你的皮。你骗我！这个马上！少爷，从少奶奶身上发现这个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我知道，凶器。给我看好了，看好了啊！哎，是，给我看。不怀春，哪有英雄不好色？哪有美女不会爹爹？傻小子，整天你都不着家，又跑哪儿鬼混去了？怎么能叫鬼混呢？您啊，就是那什么看人低。你个兔崽子，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？息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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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跟您开玩笑呢。少爷，我这次出去办正事儿去了，我解决了一个困扰您多年的大问题。哎呦，你还有这种能耐啊？啊！行，那你跟我说说，你解决了困扰我的什么问题啊？嗯，这次我出去，嗯，我给您找一个儿媳妇儿。真的？谁家的闺女？名门望族的千金。哎呦，好！哎呀，儿子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你爹的一块心病啊。不过呢，你是该娶媳妇了。好。
只要你喜欢，爹成全。谢谢爹。那我去张罗张罗。哎，等会儿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我看看，我看。这是我媳妇身上的。啊？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是。专员啊，给我看一眼。哦。专员，这从哪儿来的？我媳妇儿的呀。少爷，您媳妇是哪的人？阿里卡公主，卡莫头人的女儿。这是牛角信呢。专员，这牛角信是部落首领召集各寨寨老用的，比如部落遭受入侵或者王族灭种事才拿出来的。看来百龙部落这是要策反造反呢。造反，好啊，让他们造去，这是一件好事，这不正好中了咱们的燃心沸水之计吗？爹，你快尝尝，这是我第一次下厨房，你要是觉得味道不合适啊，我再改良。我给您吹吹，别烫着。行了。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求你爹啊？这是什么事儿瞒不了爹？无事献殷勤，必有所求啊。说，爹，您跟黄伯说说，把黄夏和我的亲事定了。我觉得我应该先成家再立业。等心安定了，自然就会把精力全都用在军事上。这件事儿还是先放放吧。您是不是听了什么流言蜚语了？爹，您跟黄伯伯可是老朋友啊，又是看着黄夏长大的，他的人品您还不相信？我是看着黄夏这孩子长大的，可是山洞那几天我可没看见，倒是在大街上和别的男人拉拉扯扯、卿卿我我，我倒是看见了。流言蜚语能淹死人呢。把头人的女儿交给冉天明处理。要是卡莫头人的女儿和儿子都进了冉天明的监狱，卡莫头人是不会原谅冉天明的。只要冉天明再次沾上部落人的鲜血，他想退是没有退路的。那专员的意思是，通知报社的记者把这个消息放出去，就说冉天明破获了惊天大案，执行了杀害屯武军的凶手。如此的话，这个冉天明要是再想耍花招，他也没得杀了。我们冉家可丢不起这个人呢。怎么就丢人了，爹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？哦。男男女女说说话有什么？就算是拉拉手，也很正常嘛。什么年代要讲究个廉耻？爹，您这话说谁呢？是皇下不知廉耻啊，还是您儿子不知廉耻？你说呢？爹，不行啊。爹，您都答应我了。傻儿子，你要是想娶她，除非你不想活了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见过这个图案没有？这个没见过。好。哎，请问一下，您见过这个图案没有？你们光天化日之下这么做，就不怕王法吗？哟，这世界上，你要说有钱呢，那就是王法；这要是有权呢，那就更是王法。有权就是王法，是吗？是啊。哟，这不是冉大公子吗？
这丫头吧，是卢团长卖给我的。他们家夫人呢，就死活瞧不上她，成天把她打得死去活来的。您说我这收留她，她这不是多了一条活路吗？好了，把人放了吧。这真给我呀？滚蛋！哦，好好好，我滚，我马上就滚，我给你拿卖身契去啊！屯务军是什么部队？团长居然干这种卖人的勾当！走吧，去姐姐家。谢谢。走啊。司令，宋专员来访。哎呦，宋专员找我有什么事？冉司令，坐。好好好。哎呀，我今天来是给司令送礼来了。宋专员给我送礼，真是稀罕呐。不稀罕，不稀罕。你我是同僚，给司令送礼是我分内的事情。宋专员的礼。我怎么敢收啊！啊，这个礼可由不得司令你不收啊！什么礼如此霸道？反贼！这是牛角信。牛角信是干什么用的？司令应该比我清楚吧？那是自然。那这个姑娘该如何处置啊？既然是宋专员的人抓的，我看这件事情还是由宋专员来处置吧。百龙部落造反，既是军事问题，也是屯务问题，应该由司令处置才对呀。我已经派人将这个反贼送到你的监狱去了，请司令派人接收吧。宋专员真是雷厉风行啊！还有，冉司令抓住了杀人凶手。破获了惊天大案之事，我已经通知了报社，让他们写几篇轰动的文章来。司令，我如此对你，你该怎么报答我呀？啊？嗯？啊！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冉司令，那个姑娘上次杀了人，你放了她。这次可不能再放了，可千万不要犯下串通反贼的罪名啊！宋专员放心，我比专员更关心湘西的稳定。那就好。好了，在下告辞。宋专员大人，是。宋专员，请。嗯。宋时练这个老狐狸又扔给我一个烫手的山芋，他是巴不得部落造反，想看着我翻船。司令，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你先去监狱，先把那丫头接了，跟监狱的人说好生看着，别亏待他。是，去吧。来了，小姐，来了，小姐，这是我今天救的小妹妹，以后她就是我们家的人了。
你带他去洗个澡，吃点东西。是，小姐，姑娘，跟我来吧。快去吧。来。志高哥，屯务军的人这么横行霸道，冉伯伯他知道吗？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不过我会告诉他。暴政，暴政！这些屯务军如此残害民众，真是可恶至极。阿兰朵，你就别伤心了，你爹娘不在了。从今往后，这就是你的家。孩子，任何不合理的黑暗制度，迟早会被推翻的。谢谢老爷和小姐收留我，我一定会好好伺候小姐的。谢谢老爷。自己都没得吃，拿什么去交？不交租吗？屯务军又不会罢休，与其饿死或者被屯务军打死，还不如轰轰烈烈的干一场，死也死个痛快。对对对，反他娘的，老子早就想造反了。我看行。对，反了。对，反，造反，不造反。仅凭我们部落的力量是无法和屯务军对抗，尤其是现在再加上一个宋专员，此人比冉天明更加凶狠狡诈，这次来收租，宋专员逼迫的比冉天明还要厉害，所以我想，冉天明那里也许还有回转的余地啊。我想先去和黄会长商量商量，黄会长对我部落一向关心，而且见多识广，和冉天明又是儿女亲家，和冉天明交涉，由他出面斡旋，效果也许会更好一些。嗯，对。头人。头人，我们已经打听到了，公主被宋专员押解到屯镇公署的监狱去了。屯镇公署？对，冉天明那里。是，我们还打听到，他们从公主身上搜出了牛角信，说公主是反贼呀。这样看来，阿丽卡暂时倒是没有危险了。不过，冉天明知道了牛角信的事情，我们可就得抓紧行动了。